我们一 Q 到我们台湾，1月21号 Sullivan 又讲啊，提案要求共军如果犯台，要对中国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。你知道这种就是属于那种打嘴炮，你知道吗？打嘴炮啊，战争兵临城下，当地的民众怎样？他已经要开始孩子的生命要着保卫，你旁边的这些国家有没有？我们将派战机过去，经济制裁现在还不要，然后我们怎样？就是缓不济急啊。春季老师要补充。我急着要讲话，因为下个礼拜搞不好我们正在争，大约这个新年出没有机会讲话。不行，如果战争发展起来，如果这个地方打起来，你可以想象台湾会怎么反应，就是跟着美国人调子走，开始谴责俄国，然后什么声援乌克兰，然后就是会走这，然后民进党政府就借机动员啊，对，把美国那一套的拿来当做主流，然后借着反热又反中。那这是我们台湾的最大的不幸，我认为很可能会这样。我很希望能够突破。我刚刚跟两位大部分的基本都相近，跟有些东西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。比如说，施正旺老师说，美国不太想管这个欧洲。其实，我认为啊，川普事实上这个人比较直，虽然也是坏美国人，但他讲白了就是美国利益为先。拜登是个坏透的家伙，又邪又坏，他们想继续控制欧洲，所以他们这次是一石多鸟，而不是说美国这次不太想管欧洲，他们借机继续想要操控。第二个，刚刚孙大先生讲的是说，美国根本不想介入俄乌战争，我知道他也一直觉得美国不会派兵进入，可是美国根本就是在主导俄乌战争，而不是他们没有介入。这是我前面一直要讲的。他希望看好事，是他们就是在介入，然后就说打起来，要求美国来救援，好像美国是个救星，甚至美国就是个陷害乌克兰的人，他们就是害死、玩死乌克兰。这个角色一定要弄清楚。啊，变成说大家已经慢慢进入美国的这套思维。那你如果说普丁他现在就打个战争，对他也许有用，他内部民调不好。可是你看看美国的拜登，他现在民调更惨了，他民调是一塌糊涂啊，他国内的经济也是一塌糊涂，所以最需要打这场仗的是美国，但他不会亲自介入，这才是重点。哎，春季老师，你刚才讲这些，我觉得把乌克兰换成台湾好像也通了，就是说，而且也通了，就是炮灰嘛，而且他就是说到时候根本就是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很希望说，万一如果不幸打起来，我们台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谴责美国，而且现在就应该谴责美国，而且万一打起来，就把美国的势力赶快赶出台湾，那是我们台湾最大的这个安全。可是我刚才已经做了很不幸的预测，如果这场仗打起来，我们一定是完全顺着美国的调子，然后民进党就操弄，然后就谴责俄国，然后声援乌克兰，这个根本就是大家倒霉。你声援乌克兰有什么用？你以为他会多了个帮忙吗？你现在应该是问乌克兰老百姓醒了没有。他们当然很悲愤，他们当然不希望受俄国的控制，可是这个是美国人在玩他们，他们自己现在真愿意就让自己的小孩拿着手枪进去打吗？你上战，你真正的治国爱国之策是应该避战嘛？那我们台湾陷入同样的危险啊，美国人在玩这个把戏，我们一定要把焦点对准美国在玩，而不是对准俄国跟乌克兰。他们都是某种程度，俄国是某种程度被挟持的，乌克兰是被玩弄的，美国才是最大的赢物者，是坏透了。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讲清楚，而且万一这个不幸发生，第一任务谴责美国，把美国势力赶出台湾。而且其实坦白讲，就乌克兰跟台湾真的有一点很像，很像，就是我们都被美国拿来当刀子，可是在当刀子的时候，美国都给了我们保证，说我们一定会力挺你到底。你看乌克兰也不断的跟向西方世界、向美国倾斜嘛，他们也要去俄罗斯化嘛，我们台湾不是要去中化嘛，非常像，一样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种倾斜，然后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，他们也有这个罗斯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他们也有这个历史任务嘛，跟中国大陆一样，所以非常非常像哈。然后包括这个美国的算盘代理人战争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而且重点来了，他为了这两场战争有效的牵制住中俄，乌克兰背后他还有北约跟美国更复杂，有北约跟美国都没有用了，台湾背后只有美国，到底有什么用？对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问题啊！如果美国今天不会出兵去救乌克兰，将来也不会出兵去救台湾啊！这想都不要想的问题了。